Hello， 大家好，假刮这一张惊喜满天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50万元哦，有超过18万个500元和以上的奖项。这挑选尾数是12号，号码是00865801二，希望可以中大奖。玩法说明在这里哦，任意一个比赛中，若你的号码大于对手号码，即得该比赛奖金，不可跨比赛兑奖。这里有5个比赛，1、2、3、4、5，您的号码、对手号码、奖金。好，马上来开刮，把它放大、放大、放大。好，看清楚、看仔细啊！来，比赛这里就是条码，上面这边这个“比赛”这两个字，下面这条码用刮。好，您的号码18号，对手是22号啊，这个金额是多少？10000元，没有，没中就是没有。好，再来，23，哎，蛮大的哦。26，有没有中？没中啦，10000元还是没有。好，再来，16，对手多少？17，16、17。200元都不给中啊，真是的，所以还是没有。目前刮了3局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来，第四局多少？24，24还蛮大的哦，刮了一个17就中了。再来，再眯个牌，眯个牌，25还是没有啊，真是的。好，是乌龟还是中奖，就看最后一局第5局了，这一局会不会中就看他的啦。来，看看您的号码是多少？12、11啊，对手是多少？来，先看金额好了，金额是100元，哇，好少哦。所以这张如果刮中了，就是让这张就是回本，等于是免费玩一张啊。如果没刮中，就是做100块的公益咯。到底是公益还是回本呢？来吧，100块应该有机会，应该有机会吧。哇，一样是二开头的，尾数是多少？除非是零啊。如果是21，有没有21、21的？算了，应该就说，哎，20号哎，哇，这张回本了，不错啦，至少有回本啊，总比乌龟好，所以应该有代码没错吧 ？HUN 没错没错 ，HUN，所以这一张中了新台币100元啊，回本也很高兴啦。来，最后来总结一下吧。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惊喜满天刮刮乐，尾数12号宣告中奖，中了新台币100元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